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不小心撞柱子上了。啊？睡不着是吧？出来跟我训练。不是吧？撞哪个柱子上了？你猜。还是不行。你要和青龙心血合一才行。你说的倒容易，无念无我，无非无事，目如春，心无忌惮。哎呀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心咒我总是参不透啊，总是感觉哪里怪怪的。你把最后几个字连起来念念。我是春蛋。你要是骗我怎么办？你要是心生歹念怎么办？哎，女人啊，你看啊，就我现在武功的这个进步速度，如果去应战就是白白送死吗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你想啊，我连帝宗的手下都打不过，更别说那个大怪物了。其次，青龙是对付相柳的唯一办法，如果我们死了，我岂不成了千古罪人了？正所谓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修炼上他个一年半载，再去找他报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滚！好嘞。哇！哎呀！我觉得太安静了。出青龙之力，就让你们死得痛快点。我等不及了，动手吧。王城，我的妹妹，玄机。
无是无非，宁宁无我。向天，向天，向天。